快递，作为富豪喽！呀，但是用你慢点。哦哦哦！帅帅气气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差点摔死我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救救我们，救救我们！刚才我们一不小心被堵在里面了，现在出不去了。非法组队，已经影响游戏公平了，别节外生枝，杀了吧。别呀，大哥，上分不容易啊，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们吧。大师兄，救一下他们吧，他们看着挺可怜的。电子竞技有什么可怜不可怜的，把他们杀了走了。大师兄你怎么这样啊，你要走你自己走，我要救他们。哎，你还给我杠上了是吧。哎，随便你了。小姐姐，救救我们，救我们出去吧。我会的，你们等我回来救你们。小姐姐，你一定要回来啊。真是个笨蛋，不让你经历一些事情，你是不会了解人心是有多黑暗的。来，给你们止疼药饮料。哇，小姐姐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小姐姐，你的盒子也给我吧。啊！大师兄，我……大美丽，别让别人利用你的善良来伤害你。记住，这只是一场游戏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